现在我们就要去哪？我们今天要去东京的玩具店。我还没准备啊，白痴啊！小刀会懂我带背包吗？因为你等一下要装你买的玩具。等一下去买玩具，到底谁是玩具人的宇男呢？当然是你喽！你狗屁！我之前来那么多次都没下雨，我来那么多次也没下雨啊！我一跟你来就下雨，当然这是你的问题。欸，我跟你两个来，我还下雨啊！啊，快两个字。蒙特利就是很有名的连锁店，你居然不知道蒙特利？熊刚刚是不是好一点走色？你刚刚是也走色？哪有？没有吗？我没有。没事啊。下午我们想去哪里？中野。为什么要去中野？去中野买玩具。因为中野的玩具。比较多老玩具，比较多二手玩具，等等等，就比较稀有，是稀有吗？可以讲就可以找到比较年代古老就比较稀有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中野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，没错是老虎。老虎，我家里养一只母老虎，回它。我跟你讲，我刚看到这个，我就不想要个人知道了。阿美的，最后都是老虎的男人。泰哥，泰哥，泰哥，其实内裤也是，但是老板我的粉。老板，我的粉是什么意思？等下什么？是老板，我的粉。老板，我的粉就是你，这个那个有一个五。老板，我的粉。明亮的路口，进去之后就是传说中的恶魔城，玩具人的打宝圣地，俗称恶魔城，可能在。里面挖到很稀有的东西，但很便宜。对啊，现在可能比较难一点。中野百老汇被许多玩具人称为中野恶魔城，是每一位玩具人的打宝圣地。从 JR 中野站的北口出来，徒步五分钟就可以到达。哇哇，太夸张了吧？给谁吃啊？青豪，请你吃，我请你吃。太夸张了吧？你没吃完，你要输我两倍。蒙特利真的超好吃，但是你们居然不知道蒙特利耶？不知道哎，好夸张，好吃，小熊饼干。我现在说下次来吃就是十二月来吃。二机摄影师，中野百老汇。对大叔竟然会对小朋友的东西产生兴趣，对，我们来日本三天了，他都没有有产生兴趣。第一个产生兴趣的东西竟然是这个鞋子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几楼这一整栋。对，但是一楼没有搞头，你要去是去二三楼。而位于中野百老汇最大规模的店家，当然就是满达 K。一踏入二楼，就可以看到满达 K 竖立在门口的铁人28号。店内各式各样的玩具种类，还有各种怪兽主题吊卡玩具，应有尽有。整个二楼充满了各式各样来挖宝的玩具人，当然也有各位玩具人最熟悉的格子铺。格子铺里的商品，不管是新的玩具还是年代久远玩具，甚至连 Game Boy 都有。其中一间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阿基拉，各种尺寸的摩托车、吊卡，连帽子都有。我买这只，我买这只。
在中野百老汇，各位玩具人可以尽情的挖宝，寻找稀有的公仔、模型、动漫周边，不管是已经绝版了，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流行的商品，都可以在这边找到。这种古物跟流行商品的结合，创造出中野百老汇的独特性。而其中的满达 K 里面有各式各样早期的玩具，谁？每一个玩具包装都充满浓浓的复古和味。以前的包装真的都很赞，对啊，就柳生喝 T D 的停光。2万。是玩具人。你好。你好，粉丝。你好。来，给我看什么？好臭哦！刚闻到觉得很臭。这是卫生脱是什么意思？不洗。就是自己接现场脱掉。学长。满达 K 的卡牌馆有各式各样的卡牌，还有早期零食的赠品贴纸，就连当时的冰棒包装，它都有收购与贩卖。对，贴纸啊，冰古力吗？冰古力。对啊。你，等下。他有在收。你有在收？对。超赞嘞，冰古力满超赞。那你都贴在哪？冰古力满贴纸有人在贴吗？冰古力满当时用一个收集册把它收集起来。我有在收冰古力满。当然没有，哦，还有韩国版。超快否认，看韩国版的价钱，第二否认，韩国版的价钱来看一下，韩国版上20万，对啊，因为那是最红的角色，他是主角啊。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Big Green Man， 就是他原本是小朋友捉弄人的贴纸，然后呢，他其实捉弄人是什么意思？捉弄人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弄一个什么东西贴着让大家吓一跳，所以就叫 Big Green Man。哦，然后是后来他才出了，但为什么还有什么主角？没有，他后来才设定的一些一个故事主题，然后就是那个神跟恶魔的对抗，然后他就出了各式各样的角色。哦，对，这就是 Bigurin， 后来就成为 Bigurin Man 的原点。然后因为那时候 Bigurin Man 很容易，就是他很容易抽到超稀有贴纸，然后翻倍赚很多钱。然后结果被日本政府裁定为有赌博性，还因此管制。这么严重？对，就是比古力曼很可怕。但我觉得日本很好，就是会管这个，就抑制这种吵架行为。对啊，就是小朋友本末倒置，最后他根本是为了贴纸，然后没有再吃巧克力饼干。哦，对啊，原本贴纸只是赠品，真的收的东西这么多，真的比古力曼。我说你说的范围好广哦。玩具人收藏系列地。为什么中野这么多满达 K？ 为什么那么多满达 K？ 因为满达 K 很红啊，生意很好。他什么为什么很红？就是满达 K 是最早好像1980年代的时候成立的，然后他最早是在收购漫画，所以他本来就是那种二手，对，就是收旧书的东西嘛。但是收漫画开始之后，他就开始衍生出
动漫相关的东西他也会收啊，就买去他跟你买下你不要的东西，然后整理之后他拿出来卖，对，然后后来他就越收越多，然后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发展，就阿宅的兴趣，人们的，但所以中野这边是他的大本营，其实他地方也有，他其实在各地涩谷也有一间超大的店，然后在中野这边应该算是他最大规模的店吧，就是各种中野百来汇三层到处都有他的分店啊，像这个是曼达拉克活动写真馆，就专卖各式各样的签名球鞋，签名球，但是他也有电影海报。看到这边，我想要说一句台词 ：I'm everywhere。那我就去拍影片。你想要的。刚好这排区间是什么？这排区间就是他们收购的基地。对，他们就是你只有日本人才能来这边把东西卖给他们，因为你卖东西给他们要登记身份什么，他怕买到脏货或是假货。这次来到中野百老汇，一上到二楼，丰富多样的店家。各种有趣的商品都让我内心非常的兴奋，看到有许多我不了解的收藏，充满年代感的老物，都深深被中野百老汇所吸引。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到挖宝乐趣，也可以在各种收藏中体验到早期日本的流行文化。在这边提到一下，如果各位玩具人想要找特定的玩具，不妨上曼达克的网站看看，上面有各种详细的分类，虽然流动率很大，但是在去之前稍微逛一下，绝对可以提升整个玩具的购物行程。以上。在下面留言你在影片中看到最赞的玩具，订阅玩具人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，追踪我们的 IG 可以观看更多的幕后花絮。东京玩具店第一集中野篇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你买什么？你买什么？我们现在回家吃饭，吃饭喽。我们要回去吃温蒂汉堡。Windy， 昨天 Windy 思思念念。玩具人感谢祭，这支影片呢，我们将会抽出两位幸运的玩具人，你们将可以得到我们在 Nintendo Tokyo 所买的限定商品。只要你有订阅玩具人频道呢，就可以在下方的内文填写表单参加抽奖。后面的几支日本型的影片呢，也会在每一支的影片抽出两位观众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就这样，拜拜。